然后呢，名词改变改了，那么就是这个呢，好的是好的，坏的时候呢，这个任何人啊，这个做事啊，发展过程中都会存在问题，问题呢还是它有一个这些项，这些东西呢多去看一看，然后呢去想一想，啊，巳酉丑啊和金局啊，这个生在呢这个讲啊，然后好的呢是这个合的有好的，不好的呢后面这些东西自己慢慢看啊。然后寅午戌啊和火局啊，生在寅啊，这个是这个适合当老板啊，寅午戌嘛啊，但是呢这个让那个属马的去干活啊，让属狗的帮你存钱啊，这样好吧啊，这热情啊，热情。然后呢这个前热后冷啊，这个东西呢这个也不能前热后冷啊，前热后冷就不行啊啊，行动派急性子啊，有这么一个象啊，大家的好的呢就这个保存啊，不好的要注意一下啊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趋吉避凶啊啊，有这么东西啊，有问题吗？哎，这为什么看不出来吧？这个没电，没有，我爸这个一起没电，他因为他一起充。啊，这个东西能用2个小时。亥卯未呢？这个生在亥，旺在卯啊，富在未啊，是这样的啊。幻想心啊，然后画一大堆饼啊，不现实啊，这不能太难了啊。三会啊，三合是最稳的，三会力量最大的，力量大呢和稳，让大家理解一下。做这个短期内的，或冲锋啊，或是个推一个东西啊，或者是这个干一个这个叫。需要聚集力量，这个我们用三会，然后长三合呢长久稳，三会的力量大不长久，好吧？啊，那三会力量大于一切嘛，啊，好吧，这东西回去看一看啊。然后呢，这个东西呢，这个三合呀，三会呀，啊，这个经常呢，大家呢。每到新年的时候啊，都要看一看这个流年跟自己的这个命啊、运啊，还有一些这个哪里出现的这些字啊、这些组合啊、一些问题，然后呢，提前呢啊去做一些准备，好吧？所以呢，你这师傅帮别人看，师傅呢很少帮自己看，但师傅呢每年呢，这个初一、初二过春节啊，哎都会。肯定永远给自己看一看啊，基本的掌握一下，平时都很少看啊。所以这个三会呢，它这个力量大啊，寅卯辰啊，申酉戌啊，亥子丑，巳午未啊，三会啊，这个力量大。你看这里什么对身强者不利啊，什么这个就是八字中，这个可以借鉴啊，啊，有一些这个都可以借鉴一下啊。啊，六冲呢，一冲呢就动了，等他这个写的流年冲运法呢就比较严重，这个呢可能呢我们就还不是这样看，有些这个夫阴局啊，有些入木的，他冲一下反倒好事啊。如果很安稳的话，冲呢可能就不太好啊，所以说呢，有些喜冲，有些不喜冲，等畸形呢你就别冲它了，你畸形本来捆着它就挺难受的，你再冲呢它根本就动不了啊，或者是说那个它那本来就没问题的，大家就相对平静的时候一冲它，它就一动了就出问题了，畸形不要冲啊。用木用冲啊，畸形不要冲。然后大家呀，这个能有好看，很多学生背下来，背下来是好事啊。然后呢，背完之后呢，真的去给自己化解的时候，还要用那个书，为啥呢？我为啥喜欢用翻那个书呢？因为子午相冲啊，现在子午相冲啊，就很随便说出来。但是你翻书的时候看子午相，你无意中就搭到后面这些东西了，这个你是背不下来的，
啊，会员一看，哎呀，子午相冲，水火不容，情绪不稳定。这个冲完了之后，本来我是想这个摆我这个叫什么，这个怎么说啊？脾气呢？比如说啊，这个情绪不稳定啊，本来我就想化解这个，我就不动了，我这个情绪就相对的就、比较烦躁。我一冲完，可能会带着情绪更不稳定了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有些东西冲呢，冲了之后呢，要冲的这个温柔一些，啊，别冲到那个自己的不好的东西冲出来啊，也不好啊。所以说这个化解对他来是比较烧脑的用东西，啊，不是那个直接用一个这个冲，啊，这个冲呢可能是他是动了，但动完之后呢一直发脾气啊，这看你看这血压发疯的几率高啊，那你这冲完之后就冲出问题来也不好，好吧？所以说。化解这块呢，实际上这个比较这个烧脑的，要全方位考虑的。嗯，所以说大家呢用的时候啊，按照师傅的说去做啊，这个即使的手能摁出来，也要翻一下这个磁铁，看看里面的东西有什么东西啊，你看财库的冲开了啊，但是那个专心的加呀，主观意识强啊，这个里面东西还是挺。啊，你看流产，你把财库冲开了，这个流产的咋办嘞？啊，所以说这个好多东西还是要看一下，因为这个它那个涉及的东西多，也是师傅经常讲的，万物有阴阳啊，你在这方面加大力量，那方面肯定就会有影响了。啊，你想这个多赚钱，肯定付出要多了，对吧？这万物都有阴阳啊，所以说用这个。化解这些东西的时候啊，一定要这个考虑全面一点，谋相冲啊。啊，和啊，这个和呢，啊，是这个我们化解激情的时候啊，经常用啊，因为怎么说它。他畸形的时候呢，他们两个发生这个相形啊，你看我不舒服，我看你不舒服，后两个大家总在一起这个翻来覆去的啊，一合哎他就没时间跟他俩去发生一些问题了啊，你看刚才那庚呢就没合上啊，然后呢就改成三合了，三合正好把那个土合起来了，这刚好啊四身相合，但四身相合呢四身又相形，所以这个东西。看完之后呢，啊是有合完了呢，看着不要形上啊，好吧，也不要这个害上啊。这里呢，师傅讲过，这个形啊冲啊形啊破呀，这还好一点。就我上次讲，每次讲跟你讲了，我说害呀，是你感觉不到的，这个害还是挺麻烦的，好吧？害还是挺麻烦的。说那个带一个猪，啊，猪呢？我们是解决丙火的，是不是？带在左脚，但这个猪，这个猪一带到这里边，这个亥啊，它要跟这个申呢，它俩就相害上了，啊，这个它俩就相害上了，啊，所以说呢，这块它这个东西啊，你妈弄起来还是挺负责任的，挺那个麻烦的。带猪的也不好弄啊！带猪先不要动这个猪了，因为它呀，它这个亥这个猪啊，猪呢跟那个申呐、啊，你那甲申嘛，申甲申在那奔在那畸形嘛，啊，本来它就有这个有问题，然后你再弄个猪进去又把它害上了又不行，啊，然后呢就大家这种还是慢慢去想，如果亥用亥不行了，就用子了，啊，子是肯定没问题的了。好吧，所以说大家那个这个化解的时候选择物品的话还是挺复杂的，它这里面那个地支啊里面很多事情。
身上看是非多，犯小人。就带质感不好，容易犯小人，是非多。本来是解决你那个掌控的，然后来解决你那个麻烦。是啊，这个掌控能掌控了，电影拍起来什么也好，一拍起来这是非就上来了，啊，总有人背后说坏话的人上来了，你这很难，你就傻，是吧？所以这个里面呢，挺烧脑的。现在理解是说这个化解很难的层级了吧？因为它涉及东西太多了，各个方面都要、啊，它涉及东西太多了，所以说化解的话就很烧脑，啊，这个它涉及面太多了，所以大家呢，化解的时候呢，要这个，多这个细心的慢慢弄，不着急，尤其这个一百年的东西，你就刚学一个月就想干大事，没那么快，因为这你越急的话，事与愿违，好吧？因为这人生一百年啊，你呢如果提前呢。做了总比那些不做的强，啊，你用一年做这一件事情，总比用一天做的考虑的周全，所以大家别着急啊，清楚吗？所以大家一讲的地支，大家就感觉啊，这里面是挺麻烦的，啊，寅辰相害，这个害呀、为什么说师傅说这个害？因为这个冲啊、克呀、破呀，你都能马上感觉到的，这个害你是感觉不到，它是运用气无声的。像比如说这个冲啊，感觉不舒服啊，动了就不行，啊，这个行呢，它写的精神压力挫折，其实这个它这个、也行啊。其实行的话，就是这个两个方面，它俩互相这个，精神压力也行，啊，说精神压力也行，这是对的啊，或者是你们跟我不舒服，我跟你不舒服，然后呢就压制你，它不行啊。行呢，有这个受刑的捆绑啊，这个相，反正就是不是你不努力，是不让你努力啊。你看这个子卯刑啊，子和卯刑，就是咱们说的啊，大家这个我们经常遇到啊，子卯刑啊，就是大家所说的戊啊，在那个啊正宫啊变红色的叫子卯刑，这个叫什么刑？叫无理之刑啊，无理之刑。什么叫无理之刑呢？怎么说？我到你这儿来了，本来你是这个到这个正宫了，你家是主人，我来了过来的呢，我是变成这个主人了啊，互相大家的谁你彼此不尊重，那可能找到就不行了，好吧？没礼貌啊，这个是啊，所以说这个是大家知道这个刑，它主要是体现什么像啊，自视清高啊，是吧、啊？这一块无理之刑。这个四行神身行淫啊，就是你庚那块啊，身呢行淫就是你这个庚的问题，行淫要做到位置的，别人也不会感谢你啊，付出的多啊，替别人打江山，是这样每天啊，所以就是你四身行，它行的行出结果是什么样结果啊？这个上面写的很对啊。啊，这什么结果呢？所以说呢，很多人说，哎，我这个我看有一个学员在那里是那块是两个物在那里头，啊，也是畸形的，两个物都畸形，夫婴又畸形，它无理之行，就是自我为中心的啊，到哪都不行的。因为前两天，他也是这种，我们刚刚接了一个客户啊，他呢一进来呢，就这个，就是意思行与不行啊，师傅有没有到本事啊什么的，然后呢。然后跟他讲了一下东西，慢慢一说，本来师傅还有点本事的，啊，才同意化解。然后接下来我就给大师兄说了，我说以后这种客户不要接，我们接着交完钱了，真的发愿来去这个啊求神呐、拜佛呀、有个新的再来。你说这种人你接下来了，既然上门来了，你把他拒绝的话也不行，但是接吧，接完之后你要给他去讲这些道理啊，讲一些啊，这个有些东西还是那个。太牵强，因为道人不牵强，就像你们去寺庙啊，或者是这个道观的 啊，政府大地啊，我给你烧柱香，你能不能保住我明天发财啊？你保不了我明天发财，我这香可白烧了，兄弟，你政府大地会帮你，或者你香可能要是烧了没用，就别烧了。所以说他那种人呢，不是他有意那么做，不是他有意，他我一看他盘呢是两个物呢，在这个正宫里。他本身的性格就是无理之行，博士之行，
所以要化解。不是上面芝麻的啊，化解它呢，还是要有点伤脑的啊。你呢是这个，因此你想紧，就是付出的多，得到的少，啊，好吧。你看，你出十分力，他给你留三分，啊，这无恩之行啊，啊，无恩之行啊，这个。每个人都有吉星吗？啊，不一定，很多人是没有吉星的。啊，虚啊，假虚，假虚，假虚己，假虚己，己未啊相刑，啊，己未相刑，啊，这个己呀、啊，啊，在这个未，在这个空宫啊，叫无恩之行啊，太过自信，太过自信了、啊。啊，太过自信啊！你那块你也有，你那个是那个在下面，你那个脊在下面，记得吗？嗯。你这个脊在下面，他就不是啊。你那个脊在下面，等会儿讲到鬼的时候，你那个脊在下面，所以说那个叫做无恩之行，就是那个在下面就是先生的话，就是说啊，什么过于自信吧，然后呢？是什么想啥就来啥吧，嗯啊，那是叫潜意识的行的无恩之行。这个我也有。啊，你那个你是行的最多的，有三个行，一共就六个，你占了三个。对呀、啊。那个啊，自行啊，这块自行的这块就啊，啊沉沉自行，你怎么没有沉沉这样？任红的就沉沉自行啊。假承认啊，假承认就是沉沉自省啊，认红是沉沉自省啊，有原则，不喜欢别人的左右，喜欢独立做老大啊，怀才不遇，做事呢有头无尾啊，处处省是这样的啊，沉沉自省啊，做事啊，这个有几个认红都知道了，看啊，为什么啊有这种会形成这种局势，因为你畸形在的人就是这样的。刚才那个，刚才我们看那个叫露西啊，他是鬼，鬼是什么型呢？啊，五啊，甲午辛啊，辛畸形的啊，辛在那个离宫畸形的，好胜心强的 啊是什么东西？大家呀一看啊，原来是这样的，有啊，有和有啊，甲不是啊，甲虚啊，甲那个啊。他假人鬼，人是什么啊？假人鬼，人和人，人假人鬼，假人鬼是啊，是假人鬼啊，假人鬼，人是跟什么形啊？看一下啊，假人。成龙是蛇啊，成龙是蛇啊，也是个合适之行的。这个你看，这个女孩是露西吧？她是鬼呀、啊，鬼在这里头啊，鬼在这里头畸形的啊，假淫鬼，她行的是事啊。你的刃呢？刃畸形啊，刃畸形啊，畸的是这一块。刃呢，畸形呢？行的是呢，啊，甲辰任行的是辰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鬼啊，啊，他行的是这个巳，啊，鬼畸形呢是这个博士之行，任畸形呢是这个辰辰自行，这个是自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啊。鬼呢，在这块呢，行的是什么呢？是博士之行啊，博士之行。可能呢，这个啊，这露西啊，这个博士之行看着啊，做到死也不会替别打江山啊，啊，没有人会啊，去看看这个啊，好吧？啊，人行是做到流汗，被人家嫌弃到你流口水，哎、啊，人呢、啊，这个人是不懂得感恩的。看人事的各方面所在呀、啊，各代表啊，谁啊就会得出来这个理论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露西啊，这个啊鬼的畸形呢是这样的畸形，大家回去自己看一看啊。各位学员呢，这个啊，各位学员呢，看看自己有畸形的时候，来看看我畸的是什么形啊，然后就可能更了解这个红字的意义啊。
所以说呢，大家慢慢来啊，别着急去解，知道自己积的是什么型啊。每个人都有吗？不是，有的人连红字都没有，可以同样一句话问十遍，好不好？啊，这畸形讲了吧？啊，再往下走。哎，好，好像把这个讲完了。这个地支还有没有不懂的？地支理论这块有没有不懂的？这个科学有没有地支不懂的理论这一块？问一下嘞，记得我们下一讲解好了啊。在线多少人呢？在线15个人。是不对，这个科学那个地支有没有不懂的？提提问，不提问没有没有的，我们往下走了啊。叔叔地址懂了吗？嗯。你说以前我也懂了，现在我也懂了，我天天都懂了，一问我就是不懂，左耳听右耳冒，老师一问不知道，然后呢一讲呢就知道，然后呢一自己一弄呢就不知道，这个学习初期都是这样的。我们上课的时候也是啊，刚开始这个读书的时候，刚才老师讲的时候，哎，感觉差不多懂了，一下课就懂了，就忘了啊，就忘了，要多练习。你有几个畸形啊？三个畸形啊，一个博士畸形啊，干到死都不行啊，还有一个几那个畸形，还有任畸形。然后呢，回去照这个照这本书啊，查查自己的畸形啊，都是什么东西，会导致出什么性格，好吧？这个红字啊，在你命盘里边，它都有一个印象的。哎，声音不小啊，声音是可以的。可以，可以，是之前的，刚换的时候。等一下，我们开始讲这个解盘啊。然后解盘呢，这是我们学员的这个整理出来一个这么一个流程啊，挺好啊。大家学跟那个学员呢，要向那种学员学习啊，这个旅行思路啊。
这都没有的，都是硬币。这还是。来，我看一下这小盘，小牌盘啊，我讲解盘。这个是某冰冰的八字啊，根据这个八字啊，根据啊输入这个发票文件啊，银行的电盘来的啊，看一下啊，是辛酉年，丁酉月，丁酉日，丁未时啊。这个有的说是未时啊，有的说是这个申时啊，这个我们就刚刚按这个讲。然后呢，这个八字啊出来的时候，先看一眼这个八字的一个状态，看一下这个，你看，它是一个丁、两个丁、三个丁啊，三个丁在这个上面。这个丁与丁之间是什么？是不是这个比肩呢？同我的叫比肩嘛？比肩的什么？朋友多嘛？朋友多就师傅经常讲，朋友多呢好做事啊。朋友多也好分钱，这个人要成事啊，还是要讲我要朋友多一点啊，朋友多一点。你看第一个啊，先看看天资啊、地支啊、组合啊、生肖关系啊，啊，这个朋友多这个人呢、啊，朋友多比较好做事。然后呢，你看下面有是不是也多呀？啊，有也是多的啊，这个下面的地支有也是多的。然后呢，生在这个有日啊，有月，月是月将啊，这个跟这月将呢。也是服他的，所以这个还是不错的。然后呢，看这个年，这个日柱啊是命吧，时柱呢是运吧，啊时柱命和运啊，看看是什么关系？你看，哎，丁和丁的呢也是这个相互帮衬的啊，这个也没问题。师傅讲过，如果说命呢这个被这个啊是这个运呢。法克可能就辛苦一点啊，就辛苦一点啊，然后呢命呢克运呢就能掌握的就好一点，好吧，这个看一下。然后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啊，师傅讲过来看一下这个子福和子死，他这个非常密集啊，就相互反搭了。这个八字啊，为什么要先了解他这个上面的八字呢？因为你看一下整个的八字，他呢就你师傅曾经讲过，一个人的八字代表了你一个这个在这个事儿的一个区间，在一个事儿的区间。如果说呢这个人朋友又多，然后呢这个命呢回运之间呢也是呢相互帮衬的，然后呢还这个生这个时间是月令呢还是高的，所以这个人八字呢应该算属于上等的八字了啊，上等的八字。